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平面上有12个点，这12个点当中5点共线，其余的点皆无共线的情形。问你这12个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、几个三角形，还有几条线段？好， 12 个有5个点共线，这样行不行？然后有5个点共线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说另外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行不行？所以另外7个点有没有这些特殊现象？没有。老师问你，这12个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好，直线怎么连？来，老师问你，基本上两个点就是一条直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去想象一下，两个点就是一条，两个点就是一条，你随便找两个点，两个点，两个点都是一条直线，所以12个点最多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记得12取2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很抱歉，现在有这5点共线，这5点共线有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你看一下，这两个点连起来，这两个点连起来，这两个点连起来，是不是都同一条？换句话说，这时候老师问你，这5个点可以彼此连来连去吗？他们怎么连都同一条嘛？所以5个点原本彼此连来连去有几条？有西的5取2是这么多条，但是现在因为这5个点的共性的关系，可以彼此连来连去吗？不行，把它扣掉。扣掉归扣掉，麻烦你，好不好？哎，不错，这5个点虽然不能连成这么多条，但是好歹5个点可以连成这一条，行不行？可以吧？所以说记得尾巴把夹加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为什么要加一？这5个点不错，是不能彼此连连续，因为彼此连连续都是同一条嘛。所以说你扣掉C的5取2之后，还是要把那同一条加回来嘛，好不好？再把它加一，行不行？加上它是这一条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。OK， 再来第二小题，有几个三角形？来，一样。12个点三角形有几个？怎么算？注意听，12个点三角形有几个？三角形有几个点？三个点。你观察一下，我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，我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，我随便抓三个点就一个三角形，对吧？所以说注意听，我甚至这边这样抓三个点也是三角形，这样子抓也是三角形。换句话说，12个点当中抓三个点就会是一个三角形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问题来了，这是5点共线，这5个点自己抓三个点有没有三角形？这5个点自己抓三个点有没有三角形？没有。所以说这5个点有办法自己连成三角形吗？没办法。所以说麻烦你扣掉C的5取3，扣掉归扣掉，扣掉之后告诉我可不可以加一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能加一？这5个点不管怎样自己连都不会三角形嘛，可不可以？所以说这时候把扣掉C的5取3之后，可不可以加一？不行。老师，那为什么直线可以加一？因为直线后这5个点怎么样连都是同一条线嘛，所以说这5个点确实不能自己连，所以扣掉C的5取2这么多条，但这5个点好歹可以这一条，所以说这时候要加一。但三角形呢，这5个点怎样连都不能是三角形嘛，所以说需要加一吗？不需要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来，第三小题，有几条线段？什么叫线段？线段和直线有什么差别？直线可以无限延伸，线段是指这一段。所以说老师举个例子，三个点你观察一下，可以连几段？一、二、三，是三段，对吧？好 ，OK。那老师也跟你讲，如果说三个点共线呢，三个点共线，以直线来讲，只能连这一条，对吧？三个点共线嘛。那以线段来讲，对吧？因为线段不能只以无限延伸嘛。直线可以无限延伸，所以三个点不管你这两个连
还是这两个连，还是这两个连，以直线来讲，因为可以无限延伸，连起来都同一条。但是以线段来讲，这两个点这一段，对吧？和这两个点这一段，和这两个点来讲这一段，告诉我这三段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所以三个点以线段来讲，对吧？你在乎在乎它有没有贡献？在不在乎？不在乎，对吧？这三个点还是可以连成三段，跟三个点连成直线有没有一样？有吧？所以说老师想起，老师这边强调一个观念，求线段的时候，我并不强调它有没有贡献，它没有贡献其实没有影响，好不好？就好像这三个点贡献，它们以线段来讲还是连起，还是可以连几段，连三段，跟这不贡献有没有差？没差。所以说以线段来讲它们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十二个点来讲其实有五点贡献，所以说需不需要你贡献呢？不用了，我直接从十二个点当中挑两个点就一段，好不好？所以十二个点当中直接挑两个点而一段，是就出来了。所以说走几个线段就直接是西的十二取二，这样就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麻烦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